玉米抽穗期结一刀啊，玉米长得大啊，要粒粒爆满。大家好，我是空山胖哥啊，今天来我们菜园了啊，然后看见我们的玉米长势啊特别好，哎，然后今天我父亲说，对我们玉米怎么怪了一些啊，就是这样结一刀啊，这玉米结的穗又大啊，产量能翻倍，哎。然后这他们老人向我交流学习方法啊，这都是农村土办法啊，再给大家说实话啊，就是咱不喷药啊，不喷药就是用农村的土办法给他增产，实现增产啊，喜欢胖哥的啊，咱点个关注，然后可以在评论区啊向我交流学习，咱们直接上干货啊，走。大家看啊，这是今年在我们菜园啊，我父亲每年啊都是种点玉米，那点玉米已经熟了啊，把这玉米棒啊，家伙，我看买玉米棒，在这玉米棒挺抢手是吧？我把这每天买玉米棒，这你买多少钱？十块钱五穗啊？五穗的、六穗的，根据一个地方一个样，你都配个行情走是吧？咱这玉米都不平腰是吧？啊，这我父亲后来这要种了也，这要种了一片玉米啊，然后我们家都爱吃玉米棒子啊。哎，爸，你说你该说说这个玉米，你打怎么管理啊？说今天，你看我这个玉米啊，看说我这个玉米黑吧，黑淋淋吧，你看劲儿粗吧？啊，对，这个劲儿粗啊。这就是说，买种子了，前几个买好的不叫买烂的，劲儿粗点，粗点啊，长玉米。在那个长得好是吧？这个好像劲儿有点高了，我看啊，是吧？但是来说啊，这个人们都说吃玉米好吃不好吃？别问这个有这普通的玉米，有甜的有不甜的。是啊。甜的都可甜的。是啊。你不是这回又种了啊？就说起这个玉米呢，这是我这个长这个玉米。咱们为了这个玉米啊，增产是吧？长势好啊，是吧？这个是长麦子儿。啊，是啊，哎，我看咱这玉米家伙也可能长三穗了，是吧？别啊，我表你说吧，你看我这个玉米多么粗啊！啊，咱这个玉米啊，要说这个玉米啊，粗长的啊，但是它壮，再一个都是什么？尤其这个上头那个叫甜人啊，甜人它是管去帮这个授粉的啊，授粉的甜人给出来了。这个蚱蜢才出来啊，蚱蜢出来吃啊，因为它能干这个是田园，给这个蚱蜢授粉啊，它才能结棒的啊。田园干这个一个这个粉都是都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蚱蜢也出来是吧？都开始结棒的了是吧？都可以授粉了。为什么这个什么？他那个盖了啊，他这个蚱蜢也都受满粉了啊，就像这个吧，没多大用了，这个天然的啊，这个都没多大用了，哎，那吧，个这太高了，这在这个品啊，这品种有点长得高了。这个你看，你都拿一个月的，带不带月都带啊，你都是哪结的？哪结的？哪结的？那个不好摆，得拿自己脚，你看，或者带一个人不带一人啊？你要像我这个，他这个浇了它啊！大家看啊，他都把这个浇了啊，这个田叶啊，我们这叫田叶啊。他乖乖授粉的。这个是都是授粉的呗？他都给授粉的啊。你愿意？这都已经授粉成功了是吧？你愿意干啥找干啥啊？叫人工授粉是吧？这叫人工授粉啊。不愿意，你说这个棒已经的。都已经授粉了，授粉授好粉了啊！你可以啊，为什么叫它？你看它这还是带里的啊，它还吸收养分的啊，都不要它往上长了。现在来说都是说为了增产啊，它这个长这个就没用了啊，没用了，浇了它，它那个营养什么都回流了，都回流，然后叫棒长，叫长棒的啊，都是个这个原因。我看人他们这个有人这个。往那个葱地里放，那个脚下那个往葱地放这个葱地里，我的放到葱沟里，我看也保湿，还给它增肥的，我。对的，兄弟，这个你脚下来游泳，可不要长啊！
在这个农村的屋顶都有用，我发现那玉米秸秆也不能扔。哎，都是你说是啊，你浇这个，它那个羊粪回流啊，它都包上撒出来啊，这个棒都蹬开的啊。然后太高了啊，然后我父亲不好搞啊，然后上岁数了我也搞。大家看啊，方法很简单啊。啊，你就哎，我这个浇了，哎，大家看啊，就是这样，留啊浇一盆，我父亲的做法啊，就留一浇一片一个，这样，就看浇了，啊，这样就行了，哎，然后，浇这米这个啊，别人还喷多，哎，这样都浇了，因为它一哎，这方法很简单啊，结白的啊，哦，好嘞。啊，结白的啊，大家看，哎，就是这样方式啊，很简单。然后这个玉米啊，就结的粒粒饱满啊，玉米棒子结的大，要粗，哎，就是农村土鳖片啊，这样比施肥还顶事儿，是吧？哎，比方说你拽点化肥啊，拽点尿素呀，或者说等等啊，都是说比如化肥的这个农村土鳖片啊，这都是我父亲那边老人学习的方法啊，这样就轻松过高产。产量能翻倍，特别好啊，这个样效果，就是这方法啊，就是这样方法，大家可以试试啊。大家对玉米高产啊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小妙招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请点击关注、评论并转发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